邓肯，我记得邓肯在十八岁的时候就被人喊成老大爷了。我们合肥在路人王的决赛要开始了，要开始了，由来自于哈哈，来自于羊团的哈哈岛主对阵二院的天极哥。二院从此要走上人生巅峰了，战团巅峰。二人都很花，欧文也很花。天极哥，哎，这边直接是防到脸上去了，防到脸上去了，就不让你运，不让你投三分。哇，哎，想秀，哈哈，刀子有想法，对，他知道你想秀，对，我不让你运。他确实不好过，你还记得刚开始他想过他的时候，就是因为他太宽了，没有对对对，没有玩出来。这边非常扎实的，有神想打神仙球。对，其实我觉得他倒是可以尝试中投啊。不要放三分，不要放三分，天极是不会，他没有放，他没有放，天极是不会让你，哎，差一点，差一点，不知道到底两个人谁被打脸，就不敢说话了。突然我们两个，看哈哈岛主变向到左侧，在篮下扛开一个选择，哎呀，可惜，很可惜，哎呀，好气啊，好气啊，我看哈哈岛主。心里还是喜欢看翻车的，对吧？对对对对对，我们都期待翻车。这弧顶三分球太稳了，太稳了，再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决赛的规则：决赛是打五个球，打五个球。对，我们，哎哎，还一个，好球！岛主说：“哎，那一个可以，有看头。”你知道羊团的口号：他强任他强。对，我干我的羊。哎，你们两个是。天极哥，他强任他强，我干我的羊。看哈岛主这个球，但天极也防出来了，也防他的三分了。超远三分，感觉我进。哇！进了，再换一个。我的天哪！2-2打平了。羊团不简单啊！羊团这时候是时候在热线里刷一波自己的口号了。他强任他强，再来。两个人今天我第一次看到投三分也有这么好看啊！第一次。牛逼啊你们！厉害了，我的三分哥们还来，你不能，你们大家把他抬起来了，搞得岛主只能投三分了。越来越远吗？岛主说我不上你们这个当。哎，黄启兰中投，哇，好漂亮，3-3平啊，毕竟决赛啊，厉害啦，六啊，3-3，天极再来，哎，有戏，短了，有戏反超，真的好看，好看了，全场都已经站起来看球了。点起来、哎、差一点，因为他刚刚整个人其实在空中被天极压到了，感觉他出手的时候其实整个人已经在空中歪了，大家都看兴奋啊。我们看一下天极哥是不是要秀了，我感觉天极要秀了。对，再来，还是弧顶的三分，稳稳命中，4-3，稳如死狗，太稳了，稳如死狗，4-3，你们这两个汪星人不得了啊，没见过这么会投三分的汪星人。对，我们看一下哈哈岛主有想法，有想法，还是拉到三分线外，在左侧45度中路扛着挤进来了，漂亮，4-4平了，4-4，厉害了，全场沸腾了，现在我开拓的球馆，可以看天极要怎么样去终结这个球，有没有办法？这球左边造成了对方的犯规，造成对方犯规，对，这个球天极哥也不敢玩了，也不敢玩了，也不敢玩了，这个真的是强无敌。天极哥已经选，天极哥已经放弃了自己的秀，选择最稳妥的办法。再来，三分能不能进？哎，短了！哈哈，岛主的机会来了！这车要翻啊！这车要翻吗？这车有点晃啊！这车有点晃啊！看哈哈岛主，哈哈岛主，全场都在。哎，天极哥在对方放，过了，漂亮！这球算，这球算，这球算，这球绝对有效，这球绝对有效，连贯性的动作，连贯动作，确实是在空中，非常的漂亮，翻车了，头翻车了，天哪！路人王，路人王，哈哈岛主，哈哈岛主成为我们合肥站路人王，合肥站路人王，太漂亮了，好看了，6666666，不负众望啊，真是，不负众望，这个球。没毛病，没毛病，没毛病，没毛病。这个球没毛病，确实是在起跳之后，头回车才有拉出他的球。爆炸了，爆炸了，爆炸，爆炸，爆炸！真的好看，真的好看，真的好看。这一轮赛后好做了，贼精彩。
最精彩。好，来看一下我们的哈哈岛主代表的干羊团。干羊团，干羊团，肌肉跟万年老二干羊团，终于夺冠了，夺冠了，夺冠了，终于成为路人王了。干羊团的是今天来的人最多的。记住今天这个日子，今天几月几号？今天是9月28号。厉害了，28也是一个非常神奇的数字。